说到那个自然状态嘛，我也有个想法和思考给大家交流啊。所谓的自然状态呢，使我想起来，主要想起来是日本盆景的那个状态比较多。你像这个刚才陈儿做的这个罗汉松这个盆景，大家看到啊，这个叫所谓的舍利之舍利，舍利这词啊，舍利子什么色归一空，空一色，舍利这词就属于来自于佛教里面的一个词啊。舍利指的死了的这些东西啊，叫舍利。那么这个就叫个舍利兹。中国过去咱们能够知道的历史上的盆景，包括盆景大家，很多盆景大家，比方像过去做松和做松柏的不乐国先生等这些人，他们做的盆景呢，一般不会这么剥得很精光的一个舍利。这个舍利兹的做法，主要的概念是从日本的反传回来。中国做不做舍利兹？做，它是需要这棵树是自然的、天成的、雷劈的，或者是暴风刮倒的，或者是被压树压倒，模仿大自然的这种状态。但是现在的舍利兹呢，基本上到了盆景，虽然都做出来，已经到了一种完全人工的一种做法。这个事情呢，也是跟这几年对日本盆景的发展很好，从日本反传回来的一些盆景对中国的影响也比较大啊。所以这个舍利兹做法，比方我个人我就会有所保留啊。咱想想过去，我也经常谈到这一点。如果说这个很多人想起日本或日本的艺术或日本的盆景、日本的插花，似乎跟中国有关系，似乎一说就是日本的，而且一说日本人很厉害，尤其到了咱们老百姓说一说日本，日本那个平民百姓时代，一说日本那么残暴的战争时代，是出现过那么残暴的一些残酷的一些事情。很多人说那个日本都同出于中国的或者是儒家文化下的儒家文化。但是呢，我也想谈谈这点我的看法，就是从这个做这个盆景这点看，我觉得日本在这点上就有点像美国人写过一本书叫《菊与刀》，就是说日本啊，就是比方一棵樱花树，他就追着它从北海道一直到日本最南端到最北的追着它，每天就那么几天要花刹那间的开放，注重那个刹那间的开放啊。二战的时候很多被效忠天皇就是要自杀的书里这么谈啊，就是那个书里这么谈，就说是我前面铺上一块白布，然后呢我要自杀，剖腹刀捅到肚子里面去，他不在乎死，他不怕死，一点死的概念都没有，那会儿就想这个刀出来以后在地上溅出了樱花出来。所以我觉得咱们中国人跟日本人的民族信仰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就是他是向死而生，而我们是向生而死。我们每一个时代，咱们去考察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民众中间，包括对盆景的追求，我们喜欢有像金蛋子一样果实累累的，然后长得比较茂密的这种东西。所以我们是这点民族性啊，其他的就不仔细的再往下探究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向死而生和向生而死，实际上都来源于咱们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比方士就是向死而生，那么老百姓向生而死，对吧？这个事情其实本质上有很多的雷同但又不同，所以在某个短时间内它一定会爆发出向死而生，就是买个短时间内一定会爆发出很大的一种力量，或者表现为甚至是残酷和残暴。但是向生而死，我想我们是和平的，我们把盆景做好，把那个美奉献给大家，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事情啊。现在做成是什么样的？然后刚才谈到那个派别的时候，也谈到刚刚说秦派盆景这个遗憾啊。如果说是我现在这么长时间的看盆景、做盆景和甚至是观察那些人中间，我觉得如果真的假如有一个秦派盆景流传的话，我想现在也没有形成派别，而且我本人觉得没有必要。但是我觉得咱秦地的人啊，大部分喜欢的盆景类型，一个是古装要奇绝，要苍老，而且这苍老和奇绝之间还加了一点古旧，喜欢古旧一点的这种大的庄子的那种盆景的这状态。这我想以后可能是
咱们陕西，尤其像这个秦岭刚才说的那个山，山上那么多的盆景资源和盆景植物可以用，那么慢慢的去培养，通过培养，然后再经过盆景家的制作和造型呢，推给大家。当然，作为今天在这台上说有些话，比方盆景，作为盆景家的过去那些盆景家的，不管他是粤派盆景，还是就是岭南派盆景，还是海派盆景，大的盆景家在山上采装和挖装，这是肯定是逃不过去的一个坎，或者说他们都有原罪的。但是今天到今天为止呢，咱们也想想这个事情，实际上挖装，如果每一个人喜欢盆景、爱盆景，大家都山上去乱挖一起，世界上也许那棵树拿到你的盆子里你养活了，倒也罢了，山上少了一棵，至少你在城市里面、你的家里面还养活了一棵。可是大部分情况是，真是山上给挖掉，然后呢，你拿回来家也没养活，等于实际上少了这么一个东西。这东西确实，认真的思考一下，确实不可取。以后呢，现在包括现在这个咱们中国大地上，山东呀、浙江呀，或者是像长刚才说江苏常州等等这些地方，大量的在培养那个盆景的素材。因为前面说那个花果苗木的培养的时候啊，咱们也都在说咱们要推广花果苗木的培养。我觉得如果这个盆景能够慢慢的受到人家大家的喜欢，毕竟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小众的啊，如果能够受到喜欢，那么我觉得咱们这些有志于做花卉苗木的人啊，也应该腾出来一点地方，自己从小的开始去培养一些盆景的素材。这些盆景的素材经过日积月累，它的价值一定会比培养单纯的一个苗木要更高更有意思。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东西有待于大家同仁或者有志于苗木的这些人大家共同努力啊，把这个事情做好，就这是一个想法啊。